What?机对于哎，一起被晕到了，这位置有点危险呀，赶紧交个治疗。徐若赶紧套上来，不追了。是击杀的能力感觉不是很够。哎，来了，这位置感觉 Q 不有点危险啊，一技能还交了，那感觉要死啊，这位置没有地方能够跑了。W 上来了，只能拖时间了，卡住，技能也不交了 ，Q 不交了，不交了，这个地方好伤啊，而且这上路这个线，如果你男枪是隐藏行踪的话，也许还有点舒服。来了，上路这边补了装备，打没补装备的感觉换血还是有点换不过呀。好的 TP 眼位啊，哎，这边不选择来吗？下路这边已经打起来了，想先趁着你动龙时机抓一波下，柱子卡的位置还可以，但炫光这边没有晕到，哎不哎，想抢这边被一个烟雾弹，能不能抢到？没抢到。但熊这边比较肉，力军应该是要准备要退了，但是狗熊已经进到战场了，拍一下拍晕塞纳，赶紧支援一个暗影燎原。然后佐伊还在侧边想要找输出，但 LNG 这个位置打得有点深入，要被反包夹了。反包夹上来，塔姆上来就一顿硬舔，不过输出确实是有点不太够、啊。哎，睡到了，这边 Z 卡有点危险，赶紧交闪。宇宙之辉落下来，打到五个人。那这个宇宙之辉无敌的掩护之下的话 ，LNG 是可以没有后顾之忧的进攻好几秒钟的。但是下一波的这个开团，下一波的控制技能没有打到的情况下，上路这边已经顶着塔开始打了，但这波扛塔扛的有点多啊，只好 Cube 大招开起来拉掉，但是 Cube 这位置两边已经站好了位置，先把龙拖出来，危机想要直接选择开始打龙，右侧多一个草丛 ，VG 现在是占有位置跟视野，看一下 Maple 这边好不考虑用技能 poke 一下，狗熊进场了，这位置带着保持大招，而且这个龙是被熊熊给逞下来了，这位置宇宙智慧落下来，弗兰德交闪往后拉，后续这边危机感觉也不太好追了。VG 的话龙都已经掉了，除非确定自己能杀到人的话，否则应该是不会再往前追了。 LNG 也是心满意足的退回中路去，刚刚第二个峡谷先锋已经撞过了，感觉今天两边都很稳、哎、对对，有种那种隔壁 LCK 的感觉、是很像，这打了两波，一波没死人、一波也是没死人，但实际上哎，诺言这位置胆子有点大，这位置被晕一下，交闪躲掉一发飞行，但是一个催眠气泡也是没有睡到。下一波水龙看怎么说吧，但上路这边 Maple 清线清的感觉有点深啊。先给一个虚弱杜朗护盾，再加一个。深渊前行来了，这波感觉只能反向逃跑，一个治疗往后拉，催眠气泡睡一下，这边往啊，只选择直接掉 TP LNG， 这波对于小龙显然是比较积极的，很害怕。水龙魂的听牌又是危机，率先落位，熊熊一个人顶在前面嘲讽了一下，但熊熊这边还是比较肉的，但是被粘的有点伤，把自己闪现给逼出来了，把自己闪现给交，虽然打你不疼，但是我减速这边很多，而且打散了，再等一下的小龙争夺大招也没了呀，好有力、啊、哎，弗兰诺这位置晕一下，但晕的是一个 Cube， 乐言在疯狂输出大招做一个位移拉扯一下，拉扯的还是很灵性的 ，VG 现在进入追击的态势，而且已经完全卡住龙坑。LG 不想放。催眠气泡睡到了，睡到是个大鳄鱼 ，poke 一套，这边 Cube 的血量有点残。但是塞纳的话，此时又定住了一个熊玄，决定开大招，真枪哥直接进场，但男枪还是不负使命，把小龙给拿了下来。VG 现在要考虑撤退的事情了，有办法吗？塞纳一个暗影燎原支援一下，乐言继续想要输出，但这个位置已经被两个人逼迫上来，巨魔卡一个柱子。但是扛不住的小段交了一个闪现，选择拉开距离。Maple 在后面残血量，疯狂的想要找机会再丢催眠气泡。乐言一直闪，但是都没有机会上来输出。最后终于找了一个机会进场，打下了一个击杀，但自己随即也被圣枪哥给换掉。哎不哎，想跑这位置交闪，但是又被熊一个晕。哇，这波退不掉，我觉得主要还是阵容问题。对对，阵容这现在阵容正面团确实作战不太好打，确实打不过。这波 LNG 其实正面也是少技能，但就这种我保持一个先手狗熊进来就
这几秒钟时间你危机是只能跑。其实看得出来乐言这个很肥的男枪战斗力确实很顶啊，但是你打不动啊，你会发现你这打这个狗熊，特别是宝石在后面一直给奶给盾，输出确实有些疲软，而且这阵容太短了，只有这个男枪能打输出呀，其他人都是没伤害的，完全没伤害的情况下就想闪现。哎，下路想抓一下这个狗熊，但有大呀，直接跳大拉一点距离，队伍里面的一块宝啊，这没办法靠他了，这没办法呀。但刚才那波团战确实凸显了这英雄就是他的困境。哎，但这波清兵稍微有点嚣张，被嘲讽到了，阵容要开一下，稍微减速一下对面。还是打不死。哇，这球位置谁来探呀？这柱子加气泡，感觉危机根本过不来啊！太凶险了，跟恐怖游戏一样。这边让 FY 先去探嘛，但 FY 一个小脆皮，保持一个大招开下来，这波危机团战感觉直接是要爆炸了。圣枪哥直接一个大招跳到后排，身上挂了宇宙之辉，轻松收掉 FY 以后，现在开始在追杀乐言。这个 W 预测位置并没有猜到，乐言利用一个 A1 还在逃跑，但狗熊跑得有点快，正义荣耀开起来，追不到了，追不到了，有墙，一面墙，他们之间的距离那么近又那么远，面对野兽就是要用兽蓝，但是现在至少他自己也有惩戒，还是有那么一点希望吧。看一下，但这种惩戒越多，可能越有机会。对的，越乱嘛。来了，这位乐言，他能不能抢？两层机会，两千血下去抢，没抢到。但是后排这边狗熊已经进场了，完全包围了危机这边四个人，两个人先倒。这边家里要复活过来，稍微帮兄弟嘲讽一下。这个位置有点绝望，又被晕到，完了，吸一口，完了，这次没法跑进去关上家门了。哎呀！成绩佩服佩服。再看一次，看一下，太可怜了，不乖。三下交闪现跟闪现 A 啪，只能说残忍。然后再一波。Cube 已经被这个熊拍了一整场了，还要再被拍。双熊出征，寸草不生，熊人族无所畏惧啊！哎，回不了家。哎，这二塔大龙波，哎呦，哎卡到了，卡到回来，催眠气泡又睡到了。这边塔姆是没闪的，完了，开灰盾依旧挡不住这一波的伤害，直接爆死，要一波了，下路高地守不了了，要一波了呀。南墙这边南墙一上来吃了一个气泡，队友赶紧帮忙来挡一下这个飞星，柱子卡一下，但还被柱子卡一下，回家的进程也慢了，回家的路有点艰苦。中路一波超级兵直接续上，下路直接交给强化炮车线推水晶就可以，宝石大招还握得很死。狗熊进场了，带着这个宇宙之辉，瞄准的是乐言，乐言这边一个加速赶紧往后跑，但 Cube 前面已经是扛不住了，宇宙之辉在水泉里面再定一下、FY 也是倒在了血池里，这憋屈了一整场的 Light 啊，刚才冲上来赶紧把人头给收割下来，这边也是不打算先拆，这边先杀人，柱子再卡一下，但是有一个秒表，想再蹭两个人头，但是难度上面我看是有点高。 LNG 最终选择将基地推平，赢下 BO3 的第一局胜利，哎，是恭喜 LNG 啊。